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志秀，欢迎收看日文一的节目。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学习日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八讲，旅行很愉快。这个日语一形容词的过去式肯定跟过去式否定的用法。好，那么首先我们欢迎邱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邱琪曼。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上个单元我们学习了那形容词的过去式，例如喜欢 s k i d e s 的,的过去式是 skidestar，中文的意思是以前喜欢。我们看日剧的时候，常常看到男女双方用这个字来向对方表达我已经不爱你了，不需要用到否定型的不喜欢 s k i d a l i s 就可以很清楚的表达。 这也算是一种残忍的慈悲吧。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形容词的过去式，请同学们要特别留意，一形容词的过去式不是把 des 改成 desta 哦，因为一形容词后面的 des 是表示客气的美化语，没有鱼尾的变化，而名词和那形容词使用的 des 是助动词，它有鱼尾的变化。 过去式是 d e s a 那这个差异呢是很重要的学习要点之一，一定要特别留意。那接下来呢，就请同学们仔细的听吴老师的说明。好，那么谢谢邱老师预告、哦，我们这一课要讲的是一形容词的过去式的用法。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课的单词：アダマ、アダマ、一番、一番、風。 風観光客、観光客気温、気温給料、給料果物、果物コメディコメディ時間、時間週末、週末主人公、主人公生ょ湯 生スカートスカート体温体温台風台風男性男性熱熱飲み物飲み物病気病気勉強勉強 ミステリーミステリーメロンメロン問題問題家賃家賃山手線山手線夕べ夕べランチランチ赤い赤い甘い甘い いいいい忙しい、忙しい。痛い、痛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多い、多い。かっこいい、かっこいい。かわいい、かわいい。高い、高い、楽しい。 楽しいつまらないつまらないつらいつらいないない低い低い難、ま、しい難、ouais、しい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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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い,やさしい悪い悪い 你个的，你个的，红豆泥，红豆泥。好，那么以上是这一课的单字。那么单字里面有一个 “Yamanote 三手线的电车，这在东京都里面而、呃、它是走圆形的，是圆形的。所以我想有去到东京的呃朋友们，到了东京一定会去搭到这个三手线的电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一课的句型，讲的就是一形容词的变化。 那么英雄词呢？啊，它的肯定型，譬如说 y a s 变成 yasu d 那么改过去式的话就变成 y a 卡达 k a d e 卡达 a s 那么否定型 y a 库 u k u n 就变成 y a 库 u 卡达 n a 过去的否定型用法。那么英雄词的肯定型要记得，就是把鱼尾的一改成卡达再加上客气的美化语的 des，就变成卡达 da s 譬如说，サムイ就变成サム卡达です。那么 e 的话要特别留意的是，e 它不会变化，它变化的时候要用于它的同义词 u イ来变化，就变成 a d a です。那么这是它的呃过去的肯定型的用法。那么 e 形容词的否定的过去式的话呢，就是有两种，一个就是。 把否定型的 ku alimasen 后面再加上表示过去的完了的助动词 d e s a 就变成 ku alimasen desita。比如我们说 party 的料理哇，oishiku alimasen desita。这个派对的那个菜肴，它的料理呢不好吃，oishiku alimasen desita。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式了。我要讲的是，我去开呃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它的菜肴不好吃。好，kino no jishin wa o k i k u alimasen desita。昨天の 昨天的地震呢不大。ogi 变成 o g i g u a l i m a s 加上 desta 变成过去的呃否定型用法。那么第二种的话，就是把余尾的一改成 ku n i k u n a 好，ku n a 再加上 kata 变成 ku n a k a 一样把后面的一的 nai 的一去掉，加上 ku n a k a 再加上没话题的 des，所以整个就变成 ku n a k a des。譬如说。 昨日のテストは、優しくなかったです。把優,しい变成優しくなかったです。昨日の考察は、不简单、不太容易。映画は、面白くなかったです。の映画は、面白くなかったです。那日の映画は、把面白くなかったです。 改成 o m o s h i a d e s 变成过去的否定型用法。那么千万注意，就是这个意义的话呢，它只有呃中指型，就是原型的用法，还有连体型，就是修饰名词的用法。那么其他的形态要改成变化的话，都必须要用它的同义字，就是这个 U E 来做形态上的变化。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 c u b a t a niki ga d s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 e 的是这个是一个呃形容词用法。昨日吧，e 天气的是天把昨日昨天呢，所以 e 天气，这是 e 的话修饰名词，这是这个连体型的这个用法。昨天呢是个好天气。今日は天気が良くないです。所以 e 要改成否定型的话，要用 u 的变化，所以就变成良くないです。今天天气不太好。昨日は天気が良かったです。 昨天天气很好，所以“一”的话要改成过去式的话，要用“优一”的变化，就变成“优卡达得斯”。我们来做练习，“おいしい得斯”改成它的那个过去式的话，就变成“おいしいかったです”。那么否定型“おいしいくないです”改成过去式就变成“おいしいくなかったです”。好，“甘いです”好，“甘いです”改成过去式的话，变成“甘かったです”。

好再来忙しいです的过去式变成忙しかったです否定型忙しくないです会变成忙しくなかったです好变成过去的否定型難しいです过去式变成難しかったです好否定型難しくないです改成过去式的话会变成難しくなかったです好優しいです容易的它的过去式是 優しかったです。好，否定型やさしくないです。改过去式变成やさしくなかったで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句型。旅行,は旅行怎么样呢？这个どうでしたか改成过去式，因为旅行已经结束了，就变成どうでしたか。好，那么如果回答很愉快的话，你就说非常愉快。とても楽しいかったです。那么如果说否定型不太愉快，あまり楽しいくなかったです。 好，我们来做这个练习。t e s はどうでしたか？考试怎么样呢？好，如果说とても難しいです，那么应该怎么回答呢？非常的难。那么时间已经过去式了，所以改成難しいかったです。パーティーはでしたか？这个派对怎么样呢？好，如果你要回答とても楽しい，那么句子应该怎么说呢？非常的愉快。 天气天気如何呢？好，如果你要回答，とてもいいです，非常好。那么怎么说呢？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好，那么いい的话要用良かったです来回答。料理哇的是这个菜色菜肴怎么样呢？好，你说不是很好吃。あまりおいしいなかった好，那么句子怎么变化呢？あまりおいしいく好，的过去式呃否定型变成おいしいくなかっ 先週はどうでしたか礼拜如何が起こるか不太忙碌あまり忙しくないです。何怎起こ化かあまり忙しくなかったです。忙しい忙しくなかったうす今年の問題はどうでしたか今年のテ目怎モー呢は何が起こるかと言うあまり難しいないです。何怎起こ化か

気温が低い、低い、改成高去低い、變成い、低かったです。週末、病気、元気、ない。好、何も、这个、句子は、原成週末は、病気で、元気がなかったです。中末の因为生病、睡眠、不太有元気、不太健康。好、病気で、这个、原因跟理由、因为生病了所以元気がなかった、没有元気。先週、アルバイト、勉強の時間、ない。

上个礼拜呢，因为台风，所以天气不好。台风的这个で表示原因理由。天気が悪い改成过去式。天気が悪かったです。好，我们来看的是下一个句型。どのスカートが一番可愛いですか？哪一个裙子是最可爱的呢？好，那么回答。 阿嘎伊斯嘎多嘎，以及帮卡哇伊的是红色的裙子是最可爱的。那这个 dono 它的后面呢加上名词，好，那么整个还是一个疑问词。那么如果我们用疑问词来当主词的时候，那么记得这个助词呢，呃，不能用哇，要用嘎。那么记得用嘎来询问的时候，那么你的答句就要用嘎来回答。譬如说，哪一位是台湾的学生呢？ 好，那么这里好多个学生，那么我要找的是台湾的学生，到底是哪一位呢？好，那你说，呃，那一位是台湾的学生，那么我就说 ano hito ga t a i 好，那么记得要用 g 来问的时候，就用 g 来回答。那么之前我们学过的是用 w 来询问的时候，那么就用 w 来回答。所以日文的答句其实很简单，就跟着问句呃的句型来走就对了。我们来做练习。 好，本面白いミステリー小説。好，那么问句应该怎么说呢？どの本が一番面白いですか？好，那么回答是那个ミステ小説，就是推理小说，是最有趣的。怎么说呢？ミステリ y 小説面白い好，它是最有趣的面白い好，再来、くだもの高いメロン。好，套到问句里面来，会变成。 どの果物が一番高いですか？哪一个水果最贵呢？好，如果你回答哈密瓜最贵，那么怎么说呢？メロンが一番高いです。好，メロンが，那么用が问，我们就用が来回答。好，再来飲み物。甘いしょうがゆ。好，那么句子问句应该怎么说呢？どの飲み物のが一番甘いですか？哪一个饮料最甜呢？好，那么回答しょうが是这个姜汤最甜，怎么说呢？

好，山手 n 好，套到啊问句的话，怎么说呢？哪一个电车是最方便的呢？好，回答三首。山手线。s 手 n 好，那么怎么回答呢？山 n 线是最便利的。好，这个三。手线是最便利、最方便的。好，那么请同学注意，用“が”问，我们的答句一样用助词“やが”来回答。好，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句型是大学のとき、私は料理が好きでしたが。 这个虽然的用法。在大学时候呢，我虽然喜欢料理，可是呢，呃，做的不太好，我不是很擅长。这个是逆态的接续助词这个 ga，它的用法。那么它的话呢，是接在前面，呃，前后呃的口气不相同、不一致的时候的一个。 啊，句子里面，那接在一个完整句子的后面，它不会受到任何时态、文体或者是肯定、否定的这个限制。那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虽然但是”的意思，所以表示前面跟后面的这两个句子的口气是相反的。譬如我们说，日本语啊，ちょっと難しいですが、好きです。日文呢，虽然有一点难，但是呢，我喜欢。好，虽然它难，可是我喜欢。More。 九月ですけど、まだ暑いですね。虽然已经十月了，可是天气呢还是很热。所以这里这个“が”用来接续前面的一个完整句子，表示前面跟后面的子句呢口气是相反的。好，昨日は天気がよ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観光客が多かったです。昨天呢虽然天气不好，可是呢观光客却很多。 啊，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口气是相反的。前の仕事は給料が高くなかったですが、楽しかったです。以前的工作呢，虽然薪水不高，可是却非常的愉快。好，我们来做练习。のとき、体が丈夫でワリマせ、きれいです。好，那么整个句子套进来，句型的话会变成の 妹は体が丈夫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きれいでした。子供の時、は、過去の時、ご主人は、睡眠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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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時、睡眠の時、睡眠の時、の時、睡眠の時、睡眠の時、睡眠の時、睡の時、睡の時、

我虽然的运动不是很擅长，不是很厉害，可是呢 s k i t i s a 可是我确实非常的喜欢。好，再来。十年前あの歌手有名ではありません。歌が上手でした。好，那么套进来会变成。十年前あの歌手は有名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歌が上手でした。十年前呢，那个歌手虽然不是很有名气，可是呢，他的歌是非常的厉害。 唱的非常好的意思。好，那我们的剧情就到这个地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呃这一课课的生活短剧的部分。那这个短剧呢，呃，它是在开里米吉，是在回家的路上的聊天。好，我们先来看 VCR。今日のお昼のランチ高かったですね。それにあまり美味しくなかったですよね。 はいでも今日は本当に楽しかったです映画も面白かったですねはい面白かったです主人公がかっこよかったですねそうですね素敵でしたそれに優しかったですねはい私は彼のコメディー映画が一番好きです私も好きです

今天的，的午餐中午的午餐很贵哈、哦。这个顿号这里是省略掉的助词哇。好，タガカダですね，因为已经吃饱饭了，所以要改成过去式。それでね，それでね是一个接续词，而且あまりおいしいくなかったですよね。而且又不太好吃，所以它很贵。然后呢，它又不太好吃。おいしいくなかったです，这是啊，おいしい的过去式否定型的用法。 嗨，是的，没错。那么，但是呢，怎么样呢？今はい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愉快。而且电影呢也非常的有趣，所以他们出去玩，出去看电影，所以很开心，然后电影也很有趣。はい、是的，很有趣。主人公这个公是指主角的意思，主角也是非常酷、很帅的。

我我也是喜欢。我たしも这个も表示也，两者都是它取代的助词哇的用法。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呃绘画的部分。那么请同学们呢呃好好的跟着我们课本好好的练习，不管是单字或者是在呃句型的运用，或者是我们生活短句的部分，那么请同学们都要跟着我们课本好好的练习。那么接下来是日本大小事的单元，我们欢迎阿玲跟大姐老师。 日本哈！嗨，大家好，我是阿林。大家好，我是大姐。欢迎来到日本大小事。日本一路哈！今天是日本大小事的最后一篇。这一篇的内容比较特别，我们会用在日本居住过的台湾人，还有在台湾生活的日本人的角度来分享台湾和日本不同的地方。大姐，你觉得刚来台湾的时候，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是台湾的外食文化。怎么说呢？像是很多台湾人早餐、午餐、晚餐都在外面买。对，因为台湾的餐厅外带还有外送都非常方便，从早餐到宵夜都可以在外面买得到。而且我发现，在台湾租房子的时候，有很多套房没有厨房，我觉得很惊讶。 日本的房子一定会有厨房吗？一定会，因为我们会集思议。集思就是在家里自己做饭的意思。我记得啊，以前有日本的公司同事，也很多人会自己做便当带来公司吃。那你住在日本的时候有不习惯的地方吗？有啊，我最不习惯的、啊、就是日本找不到早餐店耶。台湾的话，早餐店或餐车、路边摊很多，选择也非常多。 有蛋饼、吐司夹蛋，还有饭团啦、炒面。但是在日本的时候，早餐通常只能简单的吃三角饭团或者是面包。对，台湾的早餐店很方便又好吃，我好喜欢吃台湾的早餐。还有啊，日本的手摇饮料店也很少。上班的时候当然也不可以边咀嚼着珍珠边工作啦。最近日本很流行台湾的珍珠奶茶。 好多台湾的饮料店都到日本开店，还有一个新的词叫做“塔比ル”。塔比ル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喝珍珠饮料“塔比オカドリ果ク的简称，还得到二零一九年流行于大赏。哇，没有想到珍珠奶茶竟然在日本刮起这样的旋风哎！那除了饮食方面，在生活起居上有没有什么和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呢？有。 像是台湾的家很多没有浴缸哦，对，台湾人平常没有泡澡的习惯，很多人还会觉得浴缸很占空间。对啊，日本的房子一定要有浴缸。我在台湾住的地方没有浴缸，好痛苦耶。那有什么是台湾人去日本玩觉得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日本的厕所跟台湾不一样，在日本上完厕所。 要把卫生纸丢到马桶里冲掉，没错。所以如果你去日本玩的时候啊，会发现日本的公共厕所里面的垃圾桶都很小，其实是因为卫生纸是要冲到马桶里面，而小垃圾桶则是要让你丢生理用品的啦。好啦，每个地方都有它不一样的文化，还有生活背景。不管是台湾人或是日本人，到了彼此的国家，还是要多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文化。 日本大小事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有机会再见哦。拜拜。好，那么今天日文一十八讲的课程到这里全部都结束了啊，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单字、句型，还有问候句。那么请同学们呢跟着我们课本多加的练习，多多在日常生活里面来运用。好，我们谢谢邱老师跟我们一起练习。好，我们再见。